超大份的，是不是什么很豪华的东西 ？Oh my god！ 我帮他们点大辣。对，好吃的食物，但是是大辣。它这是什么都有哎。欢迎收看我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。今天这个影片呢是串联企划，就是 Hey 举办的互叫外送，分别是叫天堂的、地狱的跟自己喜欢的。给三位不同的创作者、我会收到黑羽的天堂、菜渣的地狱、三个麻瓜的喜欢的。我的天堂会送给 Sandy， 我的地狱送给三个麻瓜，然后自己喜欢的会送给菜渣。到底会收到什么样的吃的呢？哎，好期待啊！ Check it out。 好，现在去拿黑羽的天堂餐点。他还特地就是传简讯跟我说，黑羽是天堂的，很好哦，超大袋的。我第一餐就是黑羽送的天堂外送，可是我觉得以这个分量对你来讲应该是地狱外送，超大份的，是不是很什么很豪华的东西 ？Oh my god！ 直接拆开，海底捞，不会吧？里面还有一个瓦斯炉 ，Oh my god！ 超丰富的沙拉，超大的虾，哎，虾子，剥好的，对，重点是剥好的，这个就有天堂，哇，花枝。哦，它有是一道一道的，就是那种可能七瓶啊，或者十一瓶的那种牛排，好好哦。哎，这太天堂了吧！黑羽，你是不是还想交个男朋友？甜点蛋糕，是该。哇塞，一般是不会叫这种铁板全餐的，应该叫全餐，不是排餐，对不对？但没有餐具，我可能对，哎，没有餐具哎。就差个饮料，因为那个铁板烧不是可以弄冬瓜茶。我觉得它的菜蛮脆的，吃起来还不错。哎，它的那个酱很高级耶，里面是有软的，它里面是有和了那个虾软的肉。虾？怎么样？软硬适中，它感觉比较像可能五分熟。你看它那个有点 juicy 的感觉，那再来就是这个花枝。哎，这花枝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好吃的，它一咬就断，然后它是脆脆的。因为有些花枝那种一咬，它是像橡皮筋一样咬不断的那种。你真的知道橡皮筋吧？哎，它这个虾子里面除了就是剥好的虾以外，它有那个虾的头里面是有脑袋的。哎，它可以像先烤出来一点吃。哎，不是，它里面是饭。是饭吗？因为我看它红红的，我还以为它那是它的虾脑。虾脑炒饭。反而没有虾的味道，因为它很红啊，因为它是。那反而有一种奶油的味道，奶油味。这个虾很大只，你看它头很大，juicy， 而且它把那个沙肠都清干净，我蛮非常在意沙肠的男，蛮 care 这一点，就是有些虾子它如果这边那个沙肠没有清干净，它就是会在你的身体结石。老人发言。Google 4.2星以上，超过700则评论，真的不错吃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这只是三分之一，差点要做结尾了。三个麻瓜自己喜欢的会是一份还是三份呢？你就送三份过来吗？三个人、啊。好，那我来点那个三个麻瓜的餐点。我在吃宵夜的时候有点过一间咸水鸡，我点它的微辣还是小辣的时候，超级辣。那他们那一间主打就是辣椒特别辣，但是很香很好吃。但他有特别帮你标注，如果要另外包辣的话，就可以另外包。所以呢，我帮他们点大辣。对，好吃的食物，但是是大辣。然后他们吃辣的一定会想要喝牛奶解渴或什么，然后就帮他们点一个全糖的饮料。六扇门火锅，小火锅。点了我们平常最常点也最爱点的小火锅餐给你。这家六扇门是很多网友激推的店，我们自己吃过一次就爱上，每次拍片完呢必点，是疗愈我们的最佳选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们很常拍片完也是点这家呢。哎，他还单点了一个招牌卤臭豆腐，这好像是我们平常没有点的，非常简洁有力啊，但一样没有餐具，忘了打勾那个外送Uber忘了打勾，要付那个索取餐具。哎，所以他们应该也是蛮喜欢吃辣。那会不会其实我送那个地狱没有很地狱？就是他们觉得很天堂。嗯，超香的。之前没有点过这个，哎，很入味。黑羽，你输了。黑羽，你输了。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感觉，这种是那种
小确幸。但它其实你说它以便当的价钱，它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，273。这么贵啊？273，比最顶的便当还要贵。小火锅不一样啊，小火锅本来单价就比较高一点，再加上外送。天气冷的时候叫小火锅真的是还蛮爽。吃饭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女性表演。就用筷子骗我的。我先拆。还要擦鼻孔。突然消失。从鼻孔里拿出来。出现。没有从鼻孔来。你还没有说中，那就不想表演这个桥段。好嘞，好吃好吃。接下来就要等最后的地狱餐点，刚好放在最后。搞不好地狱餐点会是你最喜欢的一道啊。哎，说不定。抖 M。check it out。我拿到了菜渣的地狱外送，看到这个满满的这个清单了吗？一堆菜，各式各样的青菜，但它上面有两行很好笑，天云麻辣酱，酱料直接淋，好荒谬哦！所以由此可证，菜渣是不爱吃菜的人，才会觉得这是地狱。而他这样点，就代表他一定会中几个，就是会不喜欢吃的。叮叮当，叮叮当当当，满饱客。蛮饱的哦，哇，满满的蔬菜。可是看着也有一点诡异，就是它虽然是沙拉的感觉，可是为什么葱啊？它这是什么都有哎，帮他把辣椒拌匀一点。嗯，好吃吗？蛮好吃的。哎，还好它的也蛮香的，它的花椰菜是这种碎的。不是那种很大根，我还要那边咬，很硬。你说一整颗的那种，像春捧花。小小的我还是可以接受。你拌一拌以后，它那个就是麻辣酱的味道飘出来，其实蛮开胃的，很香哎。我刚刚一口是那个凤梨跟毛豆，嗯，搭吗？它有一种冰冰凉凉、甜甜，然后又有口感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好，他把那个比较大片的青菜是在垫底的，然后上面是水水的。好健康，我一个礼拜的青菜全部吃完，一个礼拜份的青菜，这算是一种很可爱的地狱。哎，我刚刚吃到一口就是辣的凤梨，就比较鸡掰一点。但凤梨好吃吧？上次去泰国的时候不是有吃吗？哦，不一样啊，它那个是这个是麻，这个是麻的。好，刚刚同一时间呢，我也叫了我喜欢吃的外送给菜渣送过去了，是一间我喜欢吃的早午餐店，你们就到他的频道去看。好的，最后 Sandy 的餐呢，我也是送了一个数一数二好吃的炸鸡过去，是什么呢？记得去他那边看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护教外送啦，记得还要去黑鱼、三个麻瓜、菜渣跟 Sandy 的频道去看他们拍的影片。那 Mosh 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